和娜，1990年2月21日出生于韩国釜山广域市，韩国男演员，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戏剧学科。因本名金和娜与前辈金和娜重名且生日相同，因此改为艺名江和娜。2006年，凭借舞台剧《天体》中正式出道。江和娜是位思想深刻、有勇气的演员。江和娜无论在电视剧还是电影中，都是备受瞩目的演技者。作为首屈一指的名品演员，